全民臨保已經過去啦，咁啊，人類要向前望嘅。咁啊，冇錯，今日嚟到呢個開心嘉年華嘅出面啦，一間會準備入去同我嘅朋友去欣賞入面嘅表演啦。咁啊，好似有踩板啊，同埋其他好多唔同嘅表演。咁啊，支持下我哋香港政府搞嘅開心嘉年華之餘，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嚟緊，我會做好多嘅公益活動啦，去幫人哋做多啲正面嘅事情。我覺得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嚟一齊去做呢件咁有意義嘅事。咁係咩事呢？就係嚟緊啊！我哋香港一位76歲嘅神父花德莊就會喺廟街度開一間叫慈悲香港嘅餐室，去派飯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，例如露宿者，例如總之需要幫助嘅人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齊出嚟去幫下手。咁啊，我第一個會出嚟幫花德莊手。咁啊，喺神嘅帶領之下，去傳遞呢份正能量啦，俾香港社會啦。今日見到現場香港係非常之多嘅警察。咁啊，因為近期香港治安非常之差啦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呢度又斬人，嗰度又係好多唔開心嘅事，好負累啊，好負面啊，成個社會氛圍。希望大家都能夠去多啲關心身邊嘅人，咁啊去。大家都能夠開心啲，咁啊，人與人之間係咯。除咗開心香港之外，希望大家真係支持花德莊嘅慈悲香港。咁啊，呢段時間我都精神壓力非常之大啦。咁啊，早前其實都諗過自殺嘅。咁但係我會覺得，唉，真係我就咁樣死咗去啦。我會覺得好。對唔住好多一直身邊一直關心我支持我嘅人，咁啊覺得喺呢段時間我要做多啲慈善嘅公益活動出嚟幫下手，咁啊希望大家都相信神啦，去相信神嘅力量。冇錯，今日我其實約咗嗰位朋友咧就係、是、六福友。咁啊，好多謝呢個朋友仔啦，之前都一直好關心我。俾多啲關愛關懷身邊嘅人啦。香港呢個社會咧，呢、這個真係壓力好大。但係我相信，只要大家可以踏出一小步咧，多啲幫助一下唔同嘅人，施比受更為有福，用生命影響生命，香港會變得更好。咁啊，我留馬車，就今日嚟到呢度，就好想去。感受一下咯，香港政府搞嘅活動啦，因為即係我可能嚟緊遲啲都要入翻去坐，因為我單嘢係未完嘅，未完結嘅，咁啊，所以呢段時間好珍惜呢段時光，想去同啲唔同嘅朋友仔去見面啦，咁啊。Hello， 唉，好啦，我知道我依家都已经系，其实我真系个朵臭晒，我知道。咁老实讲，我都唔想去解释我之前嘅关于我嘅事情啦，或者我发生过嘅嘢啦。好，开始。我最为港嘉年华，康康他处。應該即將開始啦，係啦。我覺得謠言止於智者，咁啊，都唔需要向一啲。會喺一、二、三個 section 啦，會有滑板、BMX， 係個 BMX 表演。同埋最後會出鏡，咁大家可以睇下我哋。即係因為我呢段時間已經非常之精神壓力非常之大，非常之痛苦，內心承受住好多嘢。咁啊，所以我覺得我就我唔理人哋點樣攻擊我啦，我只做好自己啦。關於我之前發生嘅嘢啦，我單 case 呢啲嘢我就唔會同大家提及嘅，因為呢啲係我自己私人嘅事務，係啦，我亦都唔需要解釋啊。你哋反正個個都對，即係當咗係惡魔，當咗一隻魔鬼嚇、啊，去不斷去踩低我，攻擊我，咁啊。
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，咁啊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心存善念，做多啲好事。咁啊，系啦，我嗰位朋友仔嚟未咧？阿福友应该差唔多嚟啦。咁就希望喺入到去，应该会见到你哋啦。再见。